AK 跟狗 PK 爆破团队特强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条哥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，就是昨天晚上中了这个母亲节小镇赛的这个粉丝的账号。他昨天说的是他想要一个这个超星星，我说这个商城当中有卖的吗？他说商城没有卖的，但是在这个直购页面啊可以抽。那好吧，那我们就来帮这位粉丝抽超星星，好吧，来吧，直接开上啊。他说大条哥，抽完之后剩下的钱你可以帮我抽钻石礼包或者王者飞行棋吗 ？OK， 网友问题啊，这种地段题太简单了，来吧朋友们，废话就不再多说，直接开干啊！废话不再多说，直接开干。现实使得60，我这个礼包能出几个随便，对吧朋友们？我先来看一下，没有直接出永久，我的零件，哎呦，60就出了20个，我去，那180就出来了，这么便宜？哎呀我去，那怪不得这个粉丝说这句话呢，原来是这个枪这么便宜，他肯定是一个喜欢打挑战的人的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他不会说要超星星这把枪，肯定是喜欢打挑战，一看就是高手啊！好了，小哥哥，废话就不再多说，咱直接开干啊！再来一发，这一发肯定是不够，打开，退出，然后再来一发超星星，那这样子就够了，对吧，朋友们？太简单了，太低端了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电美给他开蒙圈啊！这个粉丝昨天抽中他的时候，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做家务的视频。是一个你要什么东西，还没有直接充永久道具哟，还不够啊，36个，我去，什么鬼片位，那这样的话就有点过分，那说明他原来有，我去，那不是，说错了，我们三发才抽到36，我去，被废了，那不是那么少就抽出来了，废了废了，这说明是他原来的时候有过，已经买过了，应该这样的，这个可能是发了一个拖地的视频，拿了一个拖地的蹲布在那里拖地，那完蛋了，朋友们！又买了2发，从20变成36，说明一发出8个，也就是说一个宝箱出一个。我去，一个宝箱出一个，这就有点过分了，就对吧？四下了啊，这是第五下，记住我们的数量，朋友，第五下了啊，5发，5×6=30，300块钱。我们看300块钱出不出这把枪吧。其实啊，这就看出来这个白宝箱和扭蛋的这个好处了，对吧，朋友们？白宝箱扭蛋抽这个枪其实很简单，哎，还差最后一发啊，还差最后一发，现在57个了，还差最后一发。唉，不是太划算，说实话。唉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好行行，来，最后一发，直接绝杀！天美老公啊，我求求你，快给我出来吧，老公，快出来吧，老公，老公出！不用看了，朋友们，已经出来了，就看出几个吧，朋友们，就看出几个吧，老公，67，使用啊，黑温94超新星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么简单的地段你就轻松简单的搞定了。我们是5×6=30，6×6=36，36，还剩100次，来，还剩100次，给他搞一下，充个128就够了。然后，其实号上的我们开出的钻石就已经够给他抽这个钻石龙宝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再充一个128就够了。然后这样的正好把钱花光，然后啊，我们就来给他抽钻石龙宝，正好两个时间抽，轻松简单，直接就把天美给他干蒙圈。先来一个单抽，狠狠的闪光出，嘿嘿，斯泰尔月神继续闪光，继续出，快点的老公，还能不能？行啊，行，你不给我面子，天美，来了个农民，我去，你快点啊，双持斯泰尔天使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去，兄弟们太没挑战性了，这种低端局咔的呀就出来了，就，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我怎么说的？对不对？你看看。这下子啊，又来了一个啊！戴个背包，把你的双持斯泰尔给你安上去啊！不然的话，你没背包，那就很尴尬了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你看这下整的这号废了，直接上天了，哥们儿，你的号，这可咋整？你告诉我，老公，这可咋整？好了好了，号上还剩了1000个钻石，你那个自己上号处理吧，好吧，哥们儿，我就不再给你花了，给你留一点钻石，好了啊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这次抽奖咱们就到这里，咱们晚上再见啊！晚上直播间再见。这回天美亏的裤衩子都湿了，拜拜。